三花爷爷，三花爷爷，三花爷爷，我爱三花爷爷。妈妈真的很讨厌我。啊，点点，你怎么了？为什么说妈妈很讨厌呢？我妈妈真的很讨厌啊，每次都说隔壁的悠悠很厉害，又会跳舞，又会打跆拳道，悠悠最好，悠悠最棒，那我就很差嘛。哼，点点生气咯。当然生气啊，妈妈那么喜欢悠悠，就让悠悠当妈妈的小孩就好了。那点点，你有把你的想法跟妈妈说吗？没有。所以妈妈应该也没有想过，原来点点的心情是这样的。妈妈会称赞隔壁的悠悠，应该是想跟点点分享悠悠的事情，也可能是希望点点能多多欣赏别人的优点，然后自己也变得更好啊。啊，真的是这样吗？那我知道了，那我现在就去跟妈妈说我的心情，希望妈妈能够了解我。我相信妈妈一定会觉得很不好意思，让点点心情这么坏。点点加油哦。谢谢三碗爷爷，我现在就回去跟我妈妈沟通沟通。拜拜。小朋友，是不是也有遇到跟点点一样的状况呢？把你的心情跟妈妈说说看，一定能得到很好的解决哦。